嫩南瓜炒里脊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嫩南瓜一个，红椒一个，里脊肉一小块；二、嫩南瓜去皮切丝，红椒切丝，里脊肉切成丝，加少量盐、生粉、老抽和水拌匀入味；三、炒锅倒适量的油，大火烧至八成热，开小火，下入肉丝八熟；四、将肉丝盛起，锅中留底油，下入红椒丝煸炒；五、然后下入南瓜丝一同翻炒，加入一勺盐，炒至微微出水；六、下入八熟的肉丝，加少量鸡精、胡椒粉，翻炒均匀，看到南瓜丝变成半透明，比较柔软时，即可起锅装盘了。